大家好，我是 Sonia， 现在是在花莲的第三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想去离开部落，外面有一个叫做馒头白白的，想要吃。我们现在要吃早餐，叫做邓波波的馒头店。我不知道他以前是不是就叫邓波波，我觉得这个招牌很新，我好像没印象，因为我上次回来好像是两年前、三年前。看一下我们点什么，我们点了葱刷饼加蛋，然后九层塔蛋饼。现在的饼皮好像是那种河粉，河粉卷那种。然后这个他给我们的酱油特别，看这辣酱自己做的，它是很辣。然后就小心吃，味噌酱、蒜头酱。他们很多东西几乎都手工的，手工的饼皮，手工的馒头。这酱看认真的，蒜头酱。超级好吃，超软的。然后他们的那个拿铁。就他们拿铁咖啡会不会很重，有点像奶茶咖啡，可能牛奶加很多，不沾多久，因为它的蛋饼是属于那种蛮清爽的蛋饼。可能酱没有加很多，因为它的那个卫生味道没有出来，还是酒精味比较多，就沾一点就好了。谢谢哦。蛮辣的，什么？蛮辣的，它是要用像韩国辣酱那种辣，就是会辣到舌尖的那种。是吃的。对，它这边有酱，我加了它甜辣酱，好辣。不知道这边看到吗？好吃。你看这表面是光滑的。你看嘴巴都刚那个辣的那个后劲，好 Q 弹哦，就很有嚼劲。然后味道很甜很甜，淡淡的。这边的奶黄包才10块，然后长这样。跟不是那种白白里面包奶黄那一种。是认真的呢，认真的。很浓，超级浓。你看它的这个，给你。后面还有写这个米糕蛋包子。刚刚在排队祷告，要领便当。阿妈刚刚参加这个竹溪乡的活动，然后就可以领便当，还有沙拉油跟。我嘞，参加一下。是一个充满爱的乡下。现在是就是他们今天晚上我有晚会，然后他们要编舞。我真的不会跳舞。然后我们就突然间被拉。开始看他跳。好，等一下面向右边喽。好，这是那个进场的动作了，右边来，来四次，来换边，换边，来，走，别。我现在要去穗尔瑞穗牧场，这些是我的亲戚们，太多了，太多亲戚了。他咬手吧？你应该可以啊！不是你不要唬他，他等下跳出来，不会痛我来，不会痛我来。不能唬他，你要跳出来。快点，这样骗他去，这里会咬你的。你觉得可以吗？骆驼会咬人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不是骆驼，他是鸵鸟。动，这样。姐，你确定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请手机。我好害怕。我们下次挑战了。我们现在来射箭。你会吗？你有用过吗？好像有。对对对。
对，然后这个给对，你要拉，可是你这个不要用紧了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对，这样，哎，然后嘞，对，射啊，你要拉紧，拉紧然后再射啊。教练是这样子拉吗？哎，倒了，倒了。你好厉害哟、哦！对啊，空气剑哎！我怕痛哎！放下！哎！哎！要拉苦一点，就是。这个手不用，那个手不用勾。对，放这样，对对对对对。还是太小力，要变有圆一点了。已经完全百分之九十。我左手很酸了呢。等会你啊，嘉诚你要不要？好。哦，好大力哦，嘉诚！哦，好玩吗？好玩啊！是初体验。我记得我以前用过，可是不是。哎呦！吵架了。吃醋，吃醋。Wow.